据彭博报道，蚂蚁集团提高 IPO 估值目标至2800亿美元。蚂蚁集团希望在香港和内地同一天上市，最早本周在港交所聆讯。由于阿里巴巴持有蚂蚁集团约1/3股权，阿里巴巴有望在蚂蚁集团上市最后直路前获得最多炒作憧憬。据悉，英国巴克莱银行、工银国际和中银国际等被选中为蚂蚁在香港 IPO 的保记管理人。根据市场惯例，保记管理人选聘通常意味着公司已经准备启动发行 IPO， 准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。此外，有分析认为，蚂蚁被列入美国黑名单的传闻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，不会阻止蚂蚁上市或在关键领域如区块链进行投资，对蚂蚁的业务和 IPO 计划的影响都微乎其微。另外，上周有外媒报道称，因证监会调查蚂蚁占配基金利益冲突，或导致蚂蚁集团 IPO 推迟。对此，蚂蚁集团发言人予以了否认，并表示其上市审批进程取得稳步进展。对于是否存在利益冲突，发言人称，相关基金公司、蚂蚁集团均进行了充分的披露。此次参与蚂蚁 IPO 战略配售的新发基金，在投资决策及销售运作中遵守监管规定，独立运作，作为相关基金销售渠道之一。蚂蚁并不承销自身的上市，基金投资方向由基金经理自行决策。参与蚂蚁集团 IPO 战略配售最高比例不得超过自身募集资金的10%。蚂蚁集团能做到今天规模绝不简单，既没有动了内银的蛋糕，又能从中获利，相信可以吸引不少中外资金认购蚂蚁集团新股上市，令市场气氛更热烈。最后，港汇持续偏强，触发 7.75 对1美元强方兑换保证。金管局近日接连入市，上周五金管局在欧洲时段承接美元沽盘，向市场注入63.55亿港元。本港银行体系总结余星期二增至3217.34亿港元，这或代表市场上已开始有资金为认购蚂蚁集团作部署。